犬病不是只有狗才会得狂犬病，所有的哺乳动物都会。狂犬病要分很多种，有犬型，有浣熊型。然后在台湾目前还没有发到，没有发生到狗有得狂犬病的。为什么一直要把狗抓去杀死呢？要把猫抓去杀死呢？怎么要这样子呢？无辜的生命就是一天一天这样全部被杀掉。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站出来。疫苗到现在都还是缺的，我们都要自掏腰包去买疫苗。那请问古佩乡长，他是用了用他用公家的钱去抓一只狗来换乳鸡米，他能不能像我们这样子，我们自掏腰包去拿钱去买疫苗，来帮外面的流浪动物，这些可怜流浪动物都帮他们那个施打疫苗？而且外面的流浪动物大部分都是天哪有结扎过的狗，都有施打疫苗过了，这何罪之有呢？何罪之有呢？我们拒绝去古坑游玩，我们不入县，不入镇，也不买古坑相关的农产品，我们拒绝，拒绝，拒绝，拒绝。如果说老百姓不懂是应该的哈，那可是我们的政府呢，竟然表现得这么的恐慌，大开杀戒，那么大肆扑杀，其实对于防堵狂犬病一点用都没有。其实应该是教育民众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防堵方式哈，让我们这个周边的流浪猫狗成为社区狗，然后呢帮他们注射疫苗，那么自然就可以防堵到小型的野生动物跟人民的这个接触。那么要用有效的防堵，那么民间的动保团体跟很多的专家哈，有这个方面的专业知识。那可是我们的相关政府呢，他们有这个方面的这个很多的资粮嘛哈，那我们应该是政府跟民间要做合作，现在产生了一个对立的状况哈。那么我们很希望就是说，政府不要带头来做恐慌的行为，让老百姓学习跟安心，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要求整个捕犬的这个数量，因为根据农委会自己的承认，目前在这个狂犬病疫情的这段时间，台湾的捕犬量每天比5%在增加，可是我们看到的可能不止5%，是爆量快速的大规模捕捉这些猫狗。所以我们要求第一个，捕捉猫狗的数量必须要立刻下降。我们要求流浪要求农委会必须要提出有效的方案。第二啊，我们要求黄镇长出来，黄镇长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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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马上下降，必须马上停止地方政府的这个胡作非为，滥杀无辜的动物。第二点，我们要求，如果这些我们帮流浪猫狗帮大量已经施打疫苗且做过记号的这些猫狗，不能捕捉，不能捕捉，因为这些流浪猫狗，我们都帮它施打疫苗了。他们会形成一道安全的防线，会让山区阻止山区的流浪动物跑到平地来，造成对人类的威胁。这次呢，因为台湾呢，这个首次呢发生在幼獾里面发生狂犬病，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疫情还是锁定在野生动物，有没有传到我们的犬猫、我们的宠物？这个还没有传过来，但是呢，这个可能动保团体呢，可能他们也有一些的误解，以为是农委会呢下令各地方政府加强捕捉、捕杀这些流浪的这些犬猫，我想这些是误解。这一次呢，这个狂犬病的疫情呢，主要的工作就是前面呢来加强赶快施打狂犬病的疫苗为首要的工作。那我想这个这一次呢，在各县市呢已经有8县市31个乡镇确定是这个幼獾呢是感染的这个狂犬病，也是都是这个集中在山区呢，所以我们呢为了这些我们的流浪犬猫呢在山区呢这个风险是比较大，所以
我们对疫区的部分，我们是有请这些县市能够对这些流浪的犬猫，在山区的流浪犬猫能够予以捕捉，然后把它收容，然后收容完以后就是打上疫苗，然后就加强推广给这个民众来做这领养工作。那对于一般的一般的这个不是疫区的部分，我们还是回归到一般我们的执行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有这个民众呢来宣示这个要求要去捕捉的话，我们才去捕捉。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有一点误会，我们绝对呢没有去下令说前面来这个捕捉来捕杀的这个工作，到目前还不需要做一些这个捕杀的工作，还是以这个施打疫苗为首要的工作，这样才可以把疫情控制住。农委会是谎话连篇，根本是很荒谬，他本就是在放屁。我们真的在做措施，可是呢，他让我们做吗？疫苗在哪里？请问疫苗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做？你不让我们做呢？那你说你根本没有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收容所那边的猫猫狗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大客满？为什么大客满？他今天是从山区他的疫区把猫狗全部都是抓走的哦，他不是抓去打疫苗哦，不是开放人领养哦，反而是我们台南市是因为这波的疫情提高了领养率，因为我们的市长不会因为这样的疫情而扑杀无辜，他反而会去听我们的民众去领养猫狗出来，防疫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人类哦，一直要是打疫苗就没事了。目前完全没有一只猫狗有得过狂犬病，请问狂犬病在哪里？政府要给我们民众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一个知识，而不是你在带头误导民众。你从头从第一天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一个月了，请问你做了什么？你是在做大扑杀哦，你是要大结扎，是要大扑杀。我希望透过这个危机就是一个转机，我们把外面还没有结扎的猫狗我们带回来做结扎打晶片哦，还有植晶片打疫苗哦，我们开放人家领养哦，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生命。目前没有一只，没有一只猫猫狗狗得了狂犬病，无知是比得狂犬病还要严重的。希望民众要三思，希望我们的地方首长要带头我们做防疫，不要让我们一点防疫都没有做到。